来了，三太白了，三星三星就出现了。OK， 三星让路，让路给三星。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等一下，是不是有人穿？怎么会有人？怎么会有人？怎么会有和尚？怎么会有？你不是说你喜欢无欲无求的吗？无欲无求的来了。你当然你的无欲无求，无欲无求，善哀善哀，谢谢。你的发型是不是那个差了一点什么？是不是差了点什么？你不要害我啦！好爽哦，好爽哦。OK， 那个等一下，我来。等一下就换你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没有。OK， 大家知道我有一个特殊技能吗？你们知道吗？什么技能？你们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撒娇吗？撒娇吗？没有。当然是。那个机会难得，我可以脱鞋子，耶！这是现场福利，看我们脱光。小爱，不好意思，我们有东西要给你。OK， 对，我准备好了。好，是什么 ？OK， 很可怕我们要准备好了。什么东西？可以吗？好来，这是邪教吗？好可怕！大字报嘞！怎么准备这么周到？我的天啊！大字报！对，给邪教。好，开始哦。那你拿高一点。高一点。我开始了。OK， 我准备好了。好。五六七八 ，Oh my， 尘埃牧羊，什么都不怕，固执呀，可爱帅气一样不差，歌声空灵，疗愈你呀，随口一问，人肉吃吗？伴着歌会超高血压，青春盘问迷死大家，一二三，好心的们最爱你呀！耶耶，好棒哦！到底谁搞得出的？你们会吓到其他在会场的人，会场已经觉得这里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要请保安出来？哪有听到吗？什么？你们是不是有病？你们是不是有病啊？超好笑。OK， 我收下了，非常好，非常好。耶，对。你们结束了吗？你们结束了吗？你结束了吗？小爱，怎么了？那个，我今天都穿这样来找你了，我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吗？我还要犹豫，我考虑一下，你先说，我再想一下。还有这种的，可不可以用那个牧雅的声音说，航行者都是我的宝贝，最爱你们了，啾。可以啦。OK， 我想一下哦，我跟你们说，不是，我回来这么久，我第一次直播，你们这样子对我是正确的吗？是这样可以吗？可恶，我也要。可恶，好心者，好，我想一下，那个有可能有点生疏，因为我太久没有这样子讲话。你再说一次，我要说什么？忘记了。航行者们都是我的宝贝，最爱你们了，秋。OK， 好。好心者们，最爱你们了，你们都是我的宝贝。啾！为什么要这个？阿兔，可恶啊！好心者，可恶啊！那个，既然等一下，我没有穿袜子算了。
既然你们送我，那我也有准备小礼物，怎么样？有没有很开心？我们来唱两首歌，怎么样？好。我们来唱两首歌，但是我先跟大家说，因为我的指甲现在有够爆干长，所以可能会弹的有点。那个闹风，可以吗？真的吗？真的吗 ？OK， 为什么我的手没有侦测到？等我一下哦，同学，喂 ，OK， 我现在，我可以开 echo 吗？会不会怪怪的？等一下，我指甲 ，OK， 我要开始了。那个大家都有听过，你们会唱的就一起唱好吗？指甲真好长。大小你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他妈的，爱你。耶，超级路，耶！怎么办？那个什么，现场声音会很大声吗？要是旁边的人听到，就会觉得很好听，就会觉得怪怪的。没关系，我们喜欢。真的吗？太好了。即使我的指甲漏风也没关系吧？那我要下一首了。下一首唱那个大家常常听的 Overdose 怎么样？好。OK。怎么了？本当に分かってた、言えないことだったって分かってたのに、この手をすり抜ける全部が愛にだな。確かめてた言葉が形になって揺れるだけ字で書いてきっとそれだけつまらないな世界の読み合わせあとちょっとで分かりかけてたのに飲んで入る全部それじゃ水まとった星の噛み合わせ見つめ合えたらオーバードーズ君と二人わからないのに何も悪い嘘が嫌いオーバードーズ君と二人甘い二人 Don't stop your music 二人。等一下，我的指甲真的好长哦。你们知道 Cardi B 吗？我现在跟他差不多长，有够长。ずっと一緒にいたいとこんな言葉も言えないならばどうしてまでできたんだろうか This game is over タイトルに戻される前に口にしなきゃ踏み出さなきゃあなたに出会えてよかったのですと幸せのかけらを抱きしめて眠れる日々ですと心目とは確かめるようにベッドに繰り込んだ星が降る前で夜に隠れた手を握った流れて消えて死なないように僕らみたいに力強くでも優しく駆けた月を見るあなただけスタートを見る起こりく暮らしを笑い合える裏みたいに全てを開けるだけでずっとされるレッドレスイチネルから通報されるミュータットじゃねただの僕さ X とか Y とか
べき論者様は善悪だとかい君を侵害するでいいフラジベル Oh Mr. Crazy ヴィラン、ヴィラン役を正義のアラビラ違う吹雪で君の前では男子のふりする背景ドクター・トゥアンドゥアン迎えに来てくださいかもしれない誰かにとって僕はもうヴィラン OK， 我们就谈到这吧，不然我们都没时间讲话了。怎么样？我们今天弹个几首，耶耶！我发现我一直光着脚弹，有点睿智。你们今天会冷吗？今天的地球温度，看你们人这么多，应该是还好吧？应该还好吧？不会很冷吧？如何？你们筹备了这些花了多长时间？多长时间哦？对，我衣服是蛮久之前就租了啦。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昨天才弄，昨天才用。你们是本赶报告大学生吗？最后一天才写作业，太可恶了吧！而且是八九点才开始用的。没关系，但虽然用得很仓促，但是我感受到你们的心意了，我很开心。你们可以把那个立牌都举起来吗？让我们然后那个颤抖一下你们的立牌，颤抖一下，耶耶！那什么？为什么都要叫我这样的？你是预言家吗？好可怕！OK， 是不是那个 OK？ 你们可以放下来，对不起，可以放下来，可以放下。好好笑，好好笑。那个什么，其他人有那个吗？一对，有人想要跟我一对一讲话吗？有人想要跟我讲话吗？还是你们没有勇气？没有勇气和 OK， 那个，请说出你的名字。我是咒语。OK， 臭鱼嗓，我们的臭鱼嗓，早安，你想说什么？很高兴能够跟你一对一对话，很荣幸。OK， 不会，怎么会呢？我也很开心，最爱你了。耶、yeah, ，臭鱼嗓，谢谢臭鱼，我也爱航星者。哦、oh. 怎么会这样？我今天是被那个吧被骗出来的，可恶啊，核心者 ，OK， 臭鱼爽很有勇气，那在场的各位还有吗？有人有勇气吗 ？OK， 那个举手最快的那个女孩子，请说出你的大名，说出你的名字。不要倒下来哦！哎，我们要走卫生纸，莫鱼酱。啊，墨鱼叫，早安。好，你想跟我说什么？好的。不要紧张，我也好紧张，不要紧张啊！怎么办？我也好紧张。OK， 你准备好了吗？我好爱你。我也爱你们。Yeah。OK， 那你身旁的这一位是谁？你们吗？没错，我是茶茶。哦，茶茶，茶茶是，等一下，茶茶是蔬菜汤还是茶茶？点头是哪一个？蔬菜汤茶。为什么你们已经打成一片了是吗？你们已经打成一片了。早安。物理打成一片。物理打成。好可怕哦！不要这样子，不要物理打成一片好不好？这样子那个会有警察出来抓人。OK， 谢谢你们来，你们都好可爱，我还准备了这些立牌。有没有后面的有没有想跟小爱讲话 ？OK， 怎么办？好多那个什么绿衣服的，你们知道自己身上什么颜色吗？你们那个稍微往前好不好？这样子我好点人。OK， 可以。
你们可以慢慢想跟我讲话，慢慢的往前。中间一点。OK， 来，请问你的名字？小安你好，我是六。你好，六六嗓，早安，早安。那很开心有机会，小爱第一次的见面会就能够到场，那有机会跟你讲到话。那我觉得小爱出道没有很久，但是能够吸引到这么多有活动力、有行动力又很有创意的粉丝，真的很棒。那我们都会继续的支持你，希望你的直播能够都很开心，然后都很顺利，能够不断的发展。谢谢，谢谢你现在发表，好像发表证件这么说。谢谢六神，对，好像政治人物，政治人物被采访。谢谢六神，我也很开心可以遇见大家，即使我出道时间不长，但是有这个机会我也很开心。OK， 那还有小哥小爱 ，OK， 那个黑衣服的同学。戴口罩的，哎，对，大家都戴口罩，没错，就是你，出来吧，好心者。我是 UP， 要 UP 长 ，U， UP 长，初见难安，初见难安，大家都初见，那个大家初见 ，OK， 你想说什么？小爱可以来一段即兴的霸总台词吗？即兴霸总台词，即兴，我早知道就不要点你下去，没有了，没有了。OK， 我想一下哦，霸总台词怎么办？我怕我想太长时间，下十八分，我会不会想到四十分？你们这样，完了，那不然你直接点菜，就讲这一句话，这什么？这哪是霸总台词啊？你对霸总是不是有什么误解？霸，OK， 真的，那我要来喽。为什么要叫我渣男？这个有病吗？怎么样，那个油皮厂怎么样？我好了。你好，你下去了，你好了。下去。OK， 没有啦，谢谢你们。OK， 下一个来。OK， 那就油皮厂旁边那个戴眼镜的同学，请你上前。想那个后面举手的人往前一点。OK， 你叫什么名字？我的中文是音乐老师教的。瑞阿厂，早安，早安，早安。我们的，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可以吗？我可以麻烦你用美环的声音说新闻三问吗？到底，今天是惩罚回吗？今天是来现场被惩罚吗？太可恶了吧！太可恶了吧 ！OK， 我想一下，新闻三问是什么来着？有人记得吗？想起来了，太强了啦，真的很白痴。お風呂にする？ご飯にする？それとも私？为什么其他人都是正常的，只有我的不正常？好心者全都不正常，我要生气了！我要，我们粉水主推都是跟你学的，不是我的错，这个不是我的错。OK， 那瑞亚嫂，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我爱小爱，我也爱航行者的大家， okay. 遇到你们真的很开心，谢谢。耶耶，谢谢瑞阿嫂。OK， 请你离开。OK， 那下一个。OK， 那就那个什么，那个雨伞那位，雨伞你走得到前面吗？
雨伞是不是有一点那个太后面的问题？雨伞同学，请出来。OK， 让你先。OK，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西祖。OK， 西祖，对不起，有点。西祖。什么？西祖桑。OK， 你想说什么？你可以骂我吗？OK， 你想要什么方面的？你想要怎么骂我都可以啊？什么东西？我不会，我哪有骂过人啊？我哪有骂过人啊？骂人，我想一下哦，叮咚三连，我不要，你闭嘴，你是谁？刚刚讲话的是谁？刚刚讲话举手。OK， 你永远不能跟我讲话。没有了，我开玩笑的。OK， 我想一下，骂人的话吗？骂人的话，蝎子嫂，等一下，我觉得很不狠呢。蝎子嫂，谁准你站到我面前？谁准你长这么可爱？谁准你的？OK， 这样子可以了吗？可以了吗？我不会。在我们的战壕真有点奇怪，你们的方向是有点搞错啊。OK， 我完成了。西子嫂，你还有什么遗言想说的？没有，我爱你。我也爱大家，我谢谢你，西子嫂，耶、yeah, ，谢谢。刚刚的另外一位，请出来，请出列。哈喽，爱讲。早安，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叫我顺就好了。顺 ，OK， 顺嗓，顺嗓，想说什么？首先，那个爱讲是我单推，然后爱讲，你不是说你从来没有跟别人撒过娇吗？我发现，等一下，不是，我发现新年直播的时候，爱讲曾经跟弟儿，那个不是弟儿，是跟 Nemo 还有西哥讲说。你身上的东西是跟伊琳学姐撒娇来的。为什么记忆力这么好？我要把你打晕。没有，我是会回去看直播的，我是会回去看直播的。没问题，撒娇，现场撒娇。那爱娇，你要不要跟大家撒个娇一下？大家讲说撒娇，我怎么撒娇？我真的不会撒娇，我没有在开玩笑哎、欸。你们是觉得我在开玩笑吗？我没有。来，江湖上，你还讲个台词给爱娇。你说撒娇台词吗？对，加油。我都听到了，好不好？你们在那边，你们以为你们很小声吗？我都听到了，到底。OK， 爱讲加油。啊！星座们。可以多喜欢我一点吗？好，此生无憾，此生无憾。要直接穿回去，装备直接穿回去。可恶，核心者，我要揍扁你们，我要把你们都宰来吃，可恶啊！还讲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其他人的错。我们的福利。OK， 谢谢顺嫂。那我来看看下一位同学，谢谢顺嫂。哎，那个有人跟我戴一样的面具出来，你想拍个照吗？我想，好，我很想，我们拍个照，快点，你有帮手吗？你有朋友吗？
OK， 他有恒星者们的帮助，谢谢恒星者们。有吗？有拍吗？再一次，再一次，耶耶耶！耶！倒赞，倒赞，倒赞，倒赞 ，OK。耶！耶 ！OK 吗？可以吗？ Okay. 可以吗？耶、yeah, ！太好了 ，OK， 你可以报上名来。那个，我是 Tilly，Tilly。OK，Tilly 嫂 ，Tilly 嫂，你想要说什么？那个小孩好帅，可以娶我吗？然后不行的话。不行的话可以用黑龙来拒绝我吗？OK， 你说可以娶你吗 ？OK， 哦，那当然是不行啊！啊，打脸，打脸，打脸，耶耶，打脸，打脸。好帅！谢谢 Tilly 嫂，你就讲这句话没问题。OK， 那我们看下一个，下一个有谁？那个举牌子的，举那个头发比较短，头发在你们的哎，这是哪一边啊？啊，没关系，你们 OK。小爱，你好，我叫尾鱼，很久没看你的直播了，因为你出国，很喜欢你的 overdose 啊，对，我的愿望就是等一下可以跟你拍个照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想拍照的当然可以拍照。OK、好，谢谢。你已经结束了 ，OK， 直接拍照，没问题。而且今天你们可以拍到裸足哀，今天是特别福利。有没有很开心现场的福利？我的头要往哪边比较好？头是往这边，还是这边？可以吗？可以吗？可以，谢谢。谢谢，谢谢尾日上，谢谢尾日上的感言。下一个想要跟我讲话，那个黄色口罩的，请你出来。黄色口罩是黄色吧？黄色吧？还是你们需要看一下自己的口罩是什么颜色？黄色口罩，没错。哦，我不知道是黄色口罩。耶、yeah, ，请问你的名字？我是神奇沙拉棒。哦，神奇沙拉手，早安。对对对早安。哎、欸，等一下。嗨。哦，不是，搞错了，我记错了。没有来，没有来。什么？没有来，没有。哦，没有来，没有来。他今天上课没有来。没有来，没问题。对，好。谢谢小爱当我的媒婆吗？对。然后，还有谢谢小爱让我认识那个很温柔的航行者们，还有很强的航行者们。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刚以为你想放闪我们。没有没有。你说很高兴什么那个爱讲可以让我认识，我就会，我会谢谢你，我谢谢你。那个，我想要请爱讲踩我。啊？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要怎么踩啊？要怎么踩？那个裸足吗？当然，好吧，既然是你们的请求，既然是你们的请求，但是我只能叫子。没事。这是什么福利？有病吧，好心存，你们是不是有病？请开，还是你要侧边啊？侧边，你要不要躺下、啊？你干脆躺下算了。没有了，我开始，可以吗？可以吗？我要开始了。哇，你太瘦了，我感觉你会裂开，你会不会裂开？
有吗？这样子有踩吗？踩。有有。可恶的家伙！可恶的家伙！OK， 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没有，小爱我爱你。可以啊，可以啊，没问题。那个小乔要讲什么？ Okay. 他都帮那个别的女人穿衣服啊？没有，什么什么不？帮小我穿衣服，造谣，造谣，女朋友在学校痛苦的学习，好抓到抓到，傻拉手。啊！但是我们的和尚他已经没有欲望了，他已经是那个，他是，某种灵魂体，大概是这样。大家现在无欲无求，没错，无欲无求，他已经那个修仙了，大概是这样。没办法，那个请猫球桑不要太生气，请猫球不要生气。好爽啊，好爽啊！OK， 那谢谢沙拉桑。那我们下一个小跟小爱小号。OK， 那个举最快的黑色手的人，那个举最就是你出来吧，很后面的那一位同学，那个黑色手抽。请问你的名字？小爱，早安。早安。你好，我是森宇。森宇，等一下，讲清楚一点。我是森宇。OK， 森宇啊，森宇上。OK， 森宇上，你想说什么？我可以教小爱两句台语吗？可以啊，可以啊。好，第一句，那我会念一小段，小段小爱跟着我一起念。OK。玲珑头壳派派。玲珑头壳派派。我要踢恁的脚床。我买什么？我买踢你的脚床。我买踢你的脚床。对，这句话意思是你们头脑坏坏，我要踢你们屁股。有事吧？你是不是想被我踢屁股？可以吗？可以吗？踢你的脚床。那第二句很短。OK。哦。我要给你们精。我要给你们精。没错。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是我要揍你们，但是听起来很像我要亲你们。我要给你们精。你这个计划通，可恶的家伙，把你记起来，然后通气三日三。治疗！哦，这是邪教吧 ？OK， 不要打扰到其他人。谢谢森宇小啊。OK， 谢谢你们。下一个，快有奖征答。那个好，就是你那个离荧幕最近的那位同学，黑色手手，离荧幕最近的绿头发吗？你是头发是绿的吗？你是绿的。绿的，小爱你好，早安，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虚肉，我是初见，初见安，初见安，初见安，虚肉，虚肉，OK， 虚肉，虚肉，到底是哪个？虚肉，虚肉上。我有一件事情可以请小爱帮忙吗？什么事情？你可以跟哥一样，给所有的航行者一个5万 day 吗？一个什么OK 啊、你是5NA 狂人是吗？你是5NA 狂人，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我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欧妈，是不是不会念？是 OK 5NA 吗？5NA 吗？你这个你小瞧我，我可是5NA 之王。OK， 我的名字充满着陷阱 ，OK。好的。嗯嘛。我要把你宰了，那美环都出来，美环哎，我要宰了你。
滚开。OK， 谢谢谢谢你，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那个，那个白色的手，白色的手，然后白色的手，请出来，请出来。没关系，应该都有机会吧？没有机会，你们就一起抽奖。你好，我是小杨啊。这边的话，我有两个问题。OK， 等下我先用第一个，那就是大家，我们有一句话我们要送给小爱，就是一二三，爸爸我好冷。你们是几岁了 ？OK， 你想？那我们。我因为我刚看有时间，我想说就大家要不要一起跟小爱拍个合照？哦，有，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吗？可以。后面有人可以帮忙拍照吗？还是请？后面有人可以帮忙拍吗？那个板板们有在旁边吗？板板们有在旁边吗？要拍照了。拍照拍照。拍得到吗？还是我们？好，那他们过去了。OK， 我绕过去拍。是三清，啊，三清加油，辛苦了，辛苦了。那你们要不要那个什么，就是最前面的稍微蹲一下，最前面的。那大家往荧幕靠哦，大家往荧幕靠。没错，我们一起来拍个合照。耶、yeah, ，我要摆什么动作好？我拿旗子。耶、yeah, ！拍照，航行者们，西瓜，这好烂哦！大家都念什么？西瓜甜不甜？哇，一点都不甜。有吗？有在拍吗？拍得到我吗？可以吗？请拍照人发出一点声音，好不好？可以发出声音吗？拍照的人，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如何如何？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小爱，小爱，小爱，到站一下，大家都在到站。哦哦，好，我不合群是不是？我不合群是不是？我不合群。我要被教训了，可恶啊！被恒星者教训。我录一段影片，叫大家到站的手一起动。没问题，那我们一起动，动动你们的小手手。我们聊天室也在一起动，非常可爱，非常卡哇伊。大家一起到站，完了，路人一定会很惊恐。哇，这一次发生什么事情？路人害怕。好 ，OK， 耶、yeah,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小杨嗓的那个让大家一起拍照，耶耶。然后如果有想单独拍的，也可以，你也可以，就是我想拍照这样子。OK， 谢谢小杨嗓。这个蔬菜汤，请问你有什么话想说吗？小爱，你也帮忙谢谢一下现场的工作人员帮忙整队。谢谢谢谢工作人员们，那个什么，他们听得到吗？谢谢工作人员们帮忙整队，还有谢谢善清的工作人员，谢谢大会的工作人员帮忙整队，真是麻烦大家。拍照。OK， 蔬菜汤来吧，来拍照吧。然后还有帮陈青龙零合一下。OK OK， 来吧，我要做什么好呢？看你都可以，我都可以。陈青龙是应该是比较喜欢倒站。OK， 倒站。黄顾老师，黄顾老师。好，我们还有花顾老师。花顾老师，花顾老师，早安。耶、yeah ！没有啦，我们只有零照而已。我们只有那个零合照而已，只有他的一照。花顾老师，还有人的一照吗？我们还有很多人。来，要不要一起？要不要一起？那个有没有代表？有没有代表来拿一照？代表啊？还是没办法，一个一个。大家一起呢？什么？有平板吗？
OK， 我们先来拍照。哎，这样听得到吗？不知道哎。怎么样？怎么样？会拍照吗？黄兴哲会拍照吗？耶耶。那其他的零盒可以 ？OK， 没问题。刚好我们有合上，非常的应景。没错。哎，阿布老师呢？第一个阿布老师，阿布老师先。阿布老师。耶。一点啊，法师请沉重一点了。耶。OK。OK 吗？小爱这是最后组合照哦。啊啊啊！要到时间了啊！到时间了啊啊！摇摆，那个什么，我们再请最后一位，最后两位，快，我们速的，我们要结束啦！没错，快上来，那个没错，就是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是阿尤。阿尤上 ，OK， 我们现在很紧急。好，我想说一句，爸爸儿子爱你。我也爱好新者们耶。OK， 我们差不多，那我们最后一位有想跟我，可以直接上来，还是你们要一起过来，一起给我说个什么？来吧，快，我们时间很紧迫，时间刚刚不小心那个了，对不起。OK， 请你们。想拍照吗？耶、yeah, ，拍照，耶，耶，可以吗？可以吗 ？OK， 那我们好像真的有一点快来不及了。那我们今天差不多，还有吗？还想拍照吗？快点冲上来！来吧，C8 造物主，C8啊，造物主，耶！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今天来到这里现场来看我，好耶！你们有带想带的东西回去吗？有吗？有收获满满吗？那就太好了。那我们差不多那个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先到这里 ，OK 吗？可以吗？谢谢航行者们的参与，谢谢你们今天来，我很开心，还为我准备了一些怪怪的东西，虽然你们看起来像脑子有坑，但是没有关系 ，OK， 那我们就到这里啦。到这里了，我们要被善亲骂了。OK， 拜拜，大家拜拜，谢谢你们今天来，拜拜，我也爱你们。剩我们了，好了，对不起，拜拜，那个看直播的大家也拜拜，辛苦了，谢谢你们今天来看，大概是这样子。那个没有到场的人，那个如果有还没有被我遗漏的 SC 的话，我们之后来补念，大概是这样子。大家辛苦了，拜拜，去好好休息吧，拜拜。Thank you.
辛苦了，辛苦了，拜拜，拜拜。我们明天还是后天，后天见。后天有小爱游记，没错，我们可以来，可以来聊聊小爱的那个游记，对。拜拜拜拜，我们要去找十五学姐了。十五学姐在哪里？走喽，要降落喽，拜拜。